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机务段运转车间拉林动车司机斯朗王扎，今年35岁。我是2020年10月份拿上动车驾驶证，然后2021年6月25号开始，执乘动车，到现在有7个多月。我们要开动车时要增驾，重新要考一个驾驶证，从理论学习考试，再到检查，然后再到执乘，是要经过选拔和这个考试的。2021年6月开通那天，是因为我是首发司机，作为一名藏族动车司机，能担当西藏首趟动级列车的执乘任务，我感到自豪。我们在执乘前首先要休息够，确保执乘中精力集中。第二个是我们平时也会加强业务的学习，确保在列车运行中遇到非正常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能及时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平时在理论上还会在执乘中也会加强列车的操纵办法，确保本次列车的这个平稳性。我是从2014年跑的青藏铁路，我主要所见过的、经历过的，主要是铁路给西藏的人民带来的是一个交通的便利。你比如去内地就医、上学，在其他的办事，这是一个，然后带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作为西藏这个旅游的城市，带来了很多的旅客。另外呢，促进了民族团结，很多内地的人来西藏，我们西藏的藏族也去内地，然后互相认识、交朋友。作为一名藏族动车司机，我最大的心愿是更多的复兴号开到我们西藏。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主要是我从事了现在这份动车司机的职业。我觉得个人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是紧密相关的，那么我作为自己要立足本职工作岗位，要加强业务学习，支撑好每一趟列车的，让旅客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当然我也更希望国家更好，西藏更好。